是这个。广东人家盖了新房，彩色电视，摩托冰箱，锣鼓不响，庄稼不长，热爱劳动，米如粮仓。这上面一个锣，右手一个鼓，手拿什么叮叮当，南山坡什么两根娃站在地头上，小鸟一路唱，哎，落在那枝头上，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浪里个里个浪，做什么咚咚锵，右手叮叮当，大白米饭吃起来姑娘不必香，吃完米饭吃更甜，不借别人的光，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浪里个里个浪，左手右手中国成语考你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太棒了，太酷了。